再给我打打啊！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喝一口水。对，九儿姐的户外直播已经开启了，希望你们能够踊跃的来到我的直播间。九儿姐的户外直播已经开启了。希望你们能踊跃的来到我的直播间与我互动，哎，给我刷点礼物什么的。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儿姐，九儿姐。没有啊，怎么会发言呢？怎么会发言呢？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来到刘儿姐的直播间。下午好，下午好。对，我是九儿姐姐。下午好。刚才清新哥来了，黑屏送的办卡，我不信，绝不可能。对，我不会相信他会来我直播间。对，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下午好，下午好。天哪，我才刚开播，居然都是小户外区的小时榜第六名，真的假的？今天好高清。天哪，那是因为太高清了，太高清了，然后所以我这儿有点失真吗？不信你看看礼物栏，我不信。有失真吗？你们失真了吗？有没有失真的？这画面有没有失真的感觉？曝不曝光啊？我自己看一下呢。
为什么你要说我是故意的？我根本没有故意，对，我不信。好像没有失真哎，只是有点曝光而已，只是光线有点爆。谢谢落叶枝的办卡，谢落叶枝，落叶枝办卡大气。我看一下在这儿来了，我看一看在这儿怎么样。好，这儿光线就好一点了，没有那么曝光了。下午好，下午好，我是刘二姐。对，九儿姐来了，九儿姐来了。今天我们的户外直播已经开启了，我本来今天是准备去摘樱桃的，摘樱桃，但是昨天问好的，昨天找好的地方，然后昨天还专门去问了，问他们有没有樱桃，他们说有，然后我们今天就过来，结果去到樱桃园，去到樱桃园，来到这里，他们给我说还没有熟，早上已经被别人摘完了。哦吼，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下午只能坐在这儿坐一下午了。我们今天只能在这儿坐一下午了，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一下午了。对，这绝不是我们的失误哈，明明昨天问了，他们说还有，对，给我们讲的是还有 ，BBQ 了呀，对。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下午吧，好不好？找个阴凉的地方，好晒啊！天，夏天了，夏天来了。桃子被人摘了，不是摘桃子，桃子还没熟呢。樱桃，他们那是属于早熟樱桃。然后我说我们昨天不是联系过你吗？他说昨天是有啊。他说今天早上也是有啊，但是他说今天早上去的人太多了，就把熟的摘完了。然后说你这买60块钱一个人的票不划算，他说你们别去了，也摘不到什么熟的了。他说你们60块钱，我说那能不能便宜点嘛？我说我们两个人给我们算一张门票60块钱就可以吗？也不行，他说不行，你进去了，你买了票就要算两个人。我刚刚心里还想着说，我说等一会儿，我还想着说，不可能全被摘完嘛，说不定还能捡到一些漏网之鱼，对。但是120块钱确实太不划算了。我们如果去买的话，可以买好多呀，120块钱可以买好多斤啊。你拿那一个嘛，对不对？120块钱，我们去买现成的，买现成的，可以买纸巾吧？对，干嘛还要去自己摘呢？所以说，我们今天下午呢，就在这儿坐一下午吧。对，等太阳阴凉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走一走，逛一逛，好吗？你们觉得可以吗？你们不会觉得今天会无聊吧，无趣吧？哇，谢谢苏新宇，感谢苏新宇的克拉玛车。苏新宇，你又来了，苏新宇，你终于来了。上一次户外你来了，你现在终于又出现了，苏新宇。苏新宇，你是不是用户哥的小号？啊？你是不是用户哥小号？你怎么才出现啊？你是不是只有等我户外的时候才会出现？谢谢舒心宇克拉玛车，120块钱能在你家楼下买两斤，是吧？那就跳个舞吧。你是用户哥的小号吗？
还是你是说，还是说你只会在我户外的时候出现？我觉得是，我觉得苏心宇是用胡歌小号，因为我今天，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什么歌？谁放了一首歌？他妈谁在群里唱歌呀？谁在群里唱歌呀？我的天！苏心宇，你就是用户哥，我知道你了。等一会儿哦，等一会儿哦，等太阳小一点的时候我们跳舞，可以吗？现在这里是在一个农村，来了很远的一个地方。对，来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周围也没有什么，我们没什么地方可以逛。对，薛伟伟蹲大牢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苏心宇，你在呵呵什么？谢谢79125小星星。给我把它踢出去！妈呀，我进群点错了，点成歌了。我是说在放什么歌呀？给我把它点错了，给我把它搞出去，给我插出去，把它。用户是谁？你不知道用户吗？好，那我就当你不是用户哦。那我就当你不是用户哥好吗？苏心宇。今天下午的四星能不能完成四星就靠你了，苏心宇。但是呢你们不要觉得我真的就会在这儿坐一下午好吗？我呢又找到了备选方案。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是谁，本来就不是。好的好的，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好的好的，知道你不是了。知道你不是啦，我误会你了，误解你了。对，我们现在有 play B 啊。就是回去户外，那你会帮我把四星过了吗？你帮我把四星过了，我马上就回去了。那个叫什么乐虎097的，好吗？你帮我过了四星，你现在帮我过了四星，我马上就回去，我二话就不说。对，那肯定啊。对，这个说在这儿坐一下午只是我短暂的一个说法而已。对，你看，一说到让他过四星，他就不说话了。他真的是一点都不考虑主播的辛苦。主播一大早起来化妆，10点钟就起床化妆，然后吃饭，开车大老远跑到这儿，哎，发现 A 计划行不通了，然后你要再回去又要花一两个小时，那你这一下午时间不就毁了吗？他一点都不考虑，所以说我就说你帮我过了四星，我马上就回去了。对，任务完成了。没这个实力，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的，好吧？你只看九姐的户外是吗，苏心宇啊？好嘞，你只看我的户外。好的，我们2点钟正式开始我们的 B 计划吧，好吧？我们2点钟准时开始我们的 B 计划 ，OK？ 好的，苏心宇啊，谢谢你喜欢我的户外，那我以后多做点户外，你记得来好吗？你给我一个你的 QQ 号或者是什么，以后我只要一户外我就给你发消息，然后你就不会错过了，怎么样？我的 QQ 号是25905984999，你加我一下，或者你不用 QQ 的话，有微信也可以，有微信，微信是哈尼九的拼音，对，哈尼九的拼音，我的微信是。来，我现在没办法抠弹幕，你们谁现在定大的帮我把我的QQ 和微信都扣在公屏上，让他们加我啊。超火看你能不能挣得到吧。好，
就意思是，哎，落叶之，你微信打错了，哈尼九的拼音九 GIU 机油九，好吧，拼音你不要搜错了，意思是今天起码有个超火是吗？苏星宇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就冲你这个超火，我肯定要挣到哈！你说吧，你说吧，超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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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啥？对，字打错了，哈尼九的拼音，超火，来，你说吧，你想看啥？先把你这超火挣了，挣了再说。好说，一切都好说。你说只要有超火，我的天，马上，对。小六娃呢？小六娃在这儿呀，坐在我旁边的。小六娃坐我旁边。对，你，对你添加一个我的号，下一次我户外了，下一次我户外了，你，对你，我就给你发消息。一个二星确定要？哦，不不不不不，那个啥。三星过了嘛，三星过了，我们那个啥好吗？对，我想让你点，没有，我只是说想让你点，我怕你在这儿等不及，我怕你觉得我现在此时此刻会很无聊，你知道吧？我怕你待不住跑去看别人了，对，所以我才说你可以点，对。谢谢苏星宇的克拉马车，感谢苏星宇啊，谢谢你，克拉马车大气，哇哦，大气大气大气，谢谢谢谢谢谢，大气 ，OK OK， 既然今天有好哥哥在，那我们就直接说 B 计划是什么 ？B 计划你们之前不是说过吗？你们不是说过吗？想看我钓龙虾。想看我钓龙虾，那今天就来了啦。幸好啊，是跟你说，幸好来的路上看到有一个龙虾基地，然后摘不了樱桃，然后马上就马不停蹄，毫不那个啥的，对，毫不犹豫的就驱车来到了这个基地，钓龙虾了。对，开不开心？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对，这钓龙虾还20块钱一个杆子呢，我买了两根杆子，然后要是在我们农村老家根本就不需要钱，好吧，看我今天能不能钓够一斤嘛，看我今天能不能钓够一斤，好吗，一斤啊，对，看能不能钓够一斤，那我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的呼唤我都听到耳里了哈，苏星宇你不要跑啊，苏星宇我今天把你的超火镇定了哈，镇定了啊，苏星宇你不要跑啊，对对，往往精彩的都是在最后出现，不过你今天既然都有超火的话，那不是也不是不能提醒，也不是不能提前的哈。一只龙虾7-8钱一斤，多少龙虾？我们他这儿如果要带走的话是40块钱一斤，对对。如果带走的话是40块钱一斤。你如果不带走的话，你只体验一下钓的过程，你就只需要付2根杆子的钱，就40块钱。对，去年前年好像是我植发那年吧，上前年三年前。好像三年前的话我们是没带走，钓是能钓起来，但是没有带走，但我就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钓得到了。对，40一斤，菜市场买菜，你们在菜场买多少钱啊？三年前，对啊，三年前啊，我记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刚植发没多久，那一次是和牛肉一起去钓的龙虾，那一次2019年，不是三年前吗？我记得也是这段时间，我记得也是这一段时间吧。对，三年前刚植发没多久，我记得我还戴了一个那个贝雷帽，
对，欢迎九排炸，你好九排炸。我记得当时我头发还挺短的，我还戴了贝雷帽，还记得不？就是这段时间，我记得我是3月份植的发，应该是4月没多久，然后去钓的龙虾，就刚植完没多久，对，就是这个时间都很一样。然后记得那一年也是，跟这一次的情况是相反，那一次的目的就是来钓虾的，结果钓了没多久就去摘樱桃，就去找那个樱桃的地方，结果走了很远没有找到。记得那一次，然后晚上还去吃了龙虾的，对。2020年去也是4月10号，今天也是4月10号吗？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是吗？是吗？现在几点了？怎么又看不到时间了？完了，切换不了镜头了，这怎么回事儿？这个手机又怎么切换不了镜头了？哦，按不动了呀。想送么么哒，可惜户外区没有。没事儿，两张办卡也行。切换不了镜头了耶。卡住了是不是？重新那个一下吗？卡住了，你们稍等我一下，我关一下，我重新来好吗？我关一下，我重新来。关一下，我重新来。卡住了，重新进。好，那我们就开始呗。来吧，六娃，工作了。六娃子，他抓住任何时间，就是我来下杆子吧，你来拍我。你别动这儿，我来。你就不能丢远一点吗？龙虾都是在这些地方的。饵是什么？饵是那个猪肝。饵是秋竿。我知道有网可以用网，但是我们是用杆子钓。抄网。这一次只有两个杆子。对，猪肝。哪有这么快哦？刚下去我就想捞它。哪有这么快哦？意思是还得再等一等呢。对啊。我们把杆子下下去哈。下午好，我亲爱的兄弟们。
你回一下大家的弹幕，看他大家在说什么。什么进来就看腿这么刺激啊？没有没有，意外意外，你进来没看？你要是进来看掉河里，那才叫刺激。对，腿不算什么刺激，要掉河里去了，那才叫刺激。苏新宇是不是跑了呀？苏新宇啊？那我不知道。对，待会儿好像3点钟的时候还有抓鱼的活动，我们待会儿要不要去看？那个抓鱼上下就是去河里边抓鱼。对，下去就是师生诱惑，你知道吧？对，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师生的诱惑哦。就那个就两个那个啥就在投的那种，知道吧？待会儿3点钟的时候开始，我带你们去。反正我是不敢下去的，我今天没有带多余的，今天没有带多余的衣服。待会儿我下去跟别人抢鱼，妈呀，假发给老娘薅脱了，就完蛋了。但是那个就是抢鱼，好像是。只要逮到的都是可以拿回家的。那个鱼有什么又不值钱，还有这么刺激？对啊，肯定刺激啊！我不敢去啊，你们不要想多了，我不敢去。快来，妹妹！现在几点钟？2点钟，还有一个小时。那不下去抢，纸巾都给你掏出来，对啊，纸都打湿了。等会儿下去了是这样子的，哦，不是上来了是这样子的，下去了就瘪下去了，因为纸巾遇水，就收缩了。大飞是大飞就去抢了，对。上次牛肉去抢过吗？去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是上一次那个地方哎，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没有啊，应该有吧，会不会被别人喂饱了？不知道啊，他们是不是买回来自己下的，就自己买的、啊、上一次我们钓就是那样子的呀，然后这边是别人的垂钓区，这边钓那边就在下龙虾。要报名，小刘。小刘，要不你去抢？我才不去嘞。要不你去？我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呀，根本没有做啊！我这衣服挺贵的，我舍不得下水。这个位置没有什么鱼，没有什么虾。等太阳阴凉一点的时候，哪儿都可以去试一下了。哎，有了，穿个摇裤就可以去 了。我没带换洗的摇裤的吗？快点，哪个有了？好了，这龙虾这么聪明的吗？这么聪明吗？我一抬杆子就。他们好聪明啊，他们不上杆，我看到这个线在动，是不是水流现在动？我让他们多吃一会儿吧，多吃一会儿。真正标准的杆子哈，人家线上面还要绑一个泡沫，绑一个泡沫的话，然后泡沫一动，就跟钓鱼的那个啥，浮漂是叫浮漂吧，一样的，
弹幕组起来，弹幕组起来呀、啊！没有的吗？没有人发弹幕吗？现在？啊，鱼片。龙虾变聪明了吗？可能龙虾吃饱了。不可能。下午好，兄弟们，兄弟们还是发发弹幕吧，看看我今天下午能钓到一只龙虾吗？我该不会一下午一只龙虾就钓不上来吧？该不会一只都钓不上来吧？完了，真的一只都钓不上来，要等一会儿，让那个子弹飞一会儿，把附近的龙虾喂饱了，那不至于，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对，让子弹飞一会儿，咻，这个地方不会被钓干净啊，应该不会，不这么大个词，到处都可以，主要是想找一个阴凉一点的地方，有树荫的地方没那么晒，主要是我倒不怕晒，我主要是怕手机晒烫了，它要卡，它要失真，你懂吧？你懂吧？懂我说这个意思吧？应该不至于被掉光哦，不至于，不至于。对对对，户外户外。什么蔡那个叫什么登月团什么羊，就是靓仔嘛，意思是，是吧？也许是吧。靓仔你好呀，靓仔。不如把料放网，用网钓，用网钓，这网又是一个价钱。都网不在这儿吗？就那个笼子。哦哦哦。对。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这个钓龙虾是没有鱼钩的。您不是从来没看过我钓鱼吗？我们耐心一点吧，我们耐点心吧。对，钓鱼佬，我们这家是不是还要打个窝？我们耐点心吧。欢迎兄弟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只要你们不觉得无聊就好，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无趣无聊哈。该让他再下点鱼。再下点龙虾下去。对，钓虾子。谁问的？还没有。那你在自言自语吗？你的手上这个网就可以吗？是吗？不是说想看九姐户外的吗？人呢？那个叫九师犀利雨潇潇的呢？啊，提的意见人又不来。这里好多小朋友，好多熊孩子。我看这些人那个桶里面都没有多少，
是吗？都没有钓到鱼。今天能给我上一只虾不？能给我上一只虾不？开个竞猜吧，看九姐今天能不能钓到一只，让我这40块钱花的值一点吧。用手上的网子捞一捞。你想多了，你以为龙虾傻吗？你这个网子一下去就有动静，一有动静它就跑了。能钓到一只不？开了吗？怎么开啊？叫鱼丸预言，现在叫互动预言是不是？对。能钓到一只虾不？5分钟吧，好了，你们开个5分钟。这里是没有吗？在审核中。这钓龙虾是不是也像钓鱼一样，还要找窝子呀？要找有窝子的地方。钓不上来就要找老板了。啊，来来来，兄弟们，开了开了，哎，谁有预言还是自动倍数啊？自动倍数。自动倍数啊，好嘞。不会吧，不会吧，今天一只都钓不上来吗？压1040水，来来来，开始压了压了压了，兄弟们，你这1000压的不能呀。呵，我跟你说，你迟早要输光。哎呀，你下好了。哎呀，你这1000一下，我也不怕，这200就变摩托了，有点卡嘛。如果超过2个兄弟说不卡，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问一下，也卡不卡嘛？应该是不卡，数据很正常的吧。问一下卡不卡。有点小卡吗？是吗？你看数据是正常的吧。正常的呀。是失真吧，你们说的小卡应该是失真的意思吧，要喷点喷雾。喷嘛。5分钟不可能掉伞，不是这个5分钟只是竞猜时那个下鱼给你们下鱼玩的时间，知道吧。那给我吧，给我来，我来，我来，踢给我。你把我的帽子给我捡起来，不要弄地上。可能会有点小失真吧。你戴在头上吗？热的嘛。什么？你只有400？听说我。你戴在头上吗？热的嘛。什么？你只有400？听说婉婉在呼唤你。谁？酒兮兮，丽雨潇潇。没有呼唤你，只是说你说的什么钓龙虾什么的，这不就来了吗？你怎么不来呢？至少今天你至少办张卡吧，做到你想看的东西了，你至少办张卡吧。吹空调了。好，不要被吹到一个地方，从这边来一下。太近了，好。是吧？小卡不要紧是吧？你至少办一张卡吧。舒服了是吧？你这个浮星进度好慢。对啊，苏星宇，这浮星进度这么慢怎么办嘛？
对啊，苏新宇，怎么办啊？兄弟们，再帮我过一下三星吧，三星一过，说不定我就能收到一个超火了，好的哥们。三星一过，这个四星还远吗？对，三星一过，我说不定就能收到一个超火了，好的哥们。苏新宇都觉得慢了。没有，往这边来吧。这边也是钓龙虾的吗？你确定？这有一个吗？直接下水捞，这水好脏啊。别人也是一根没钓到，有没有？谢谢九十七粒雨潇潇，谢你两张办卡，谢你多给我一张办卡呀，谢谢谢谢。哎呦，君来了，给我的水。君来了，君来了，君好。还卡不卡呀？现在，现在还卡不？谢谢君的吻。现在情况怎么样？谁说不是呢？我这过得好那个啥呀，过得好慢啊。不卡啊，不卡也不失真，是不是？今天是很热，超级热。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呀，我们过一下三星啊，过一下三星啊。你们难道不为九姐着急吗？拜托了，过了三星，过了三星，过了三星，把超火，把超火搞到手，超火搞到手，我就好了呀。办卡吧，办卡凑吧，办卡凑一凑。不能不能。应该还有，应该还有。现在可以先把电充上，待会儿移动的时候、走动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充电。因为现在坐在这儿不动嘛，移动范围不宽不大。谢谢君踏青游园，哇！现在送踏青游园真的太适合了。谢军的小樱花，妈呀，这都破成这样子了，还敢不敢用哦？不会爆炸了吧？哇，谢军出缆车了，终于，军，感谢缆车军，谢缆车军，谢缆车军的缆车，谢军军缆车，欢迎前程，欢迎前程。好哦，离三星又进一步了。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哈喽，下午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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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走。现在钓龙虾，欢迎你们，晚上好，喜欢的可以点关注哦。你好，小西瓜很甜。
Hello，Hello，Hello。下注了哈。我觉得我不太可能一个都不那个啥。我的福星挑战我怎么看不到了呢？哦，现在差80块钱，兄弟们凑凑办卡，凑凑办卡，高低凑一凑办卡，高低凑凑办卡好吗？高低凑一下办卡。我知道，结束了嘛，我们凑了办卡，三星一过，我真的。小刘，你那个网子小了。你那个网小了，我那个网呢？这儿，我来。哎呀！没有。有掉了。啊，有吗？有。啊，你速度太慢了。放这边来，把杆子放这边了吗？对，嗯，你先坐，没有，我刚刚下的，现在要不上，你下哪儿？你下在表面上的呢？谢谢君的5张钻粉卡，谢谢。对，在对喂，我们是来喂龙虾的，我们慈善。谢君，我就只差一点点了。我们这慈善直播喂龙虾。有，又跑了。又跑了吗？对，又跑了。嗨，你这个技术太撇了嘛！好聪明啊！我们三星是不是快了？你这个是给龙虾做那个吧？做哪个？做外卖吧，送外卖。对，给龙虾送外卖的，花20块钱给龙虾送外卖。你速度要快一点，不是你太快了。你把那根拿上来踩一下，还可以用，还可以嫖一根。你确定？对啊。是别人的啊。对啊。这估计都。看到这个技术你就放心了是吧？说明你看你点的是不能。这群龙虾达到虾身巅峰，对。饿了么外卖为您服务。你的意思是把腥味给踩出来吗？对。还可以。嫖一根，你干嘛呀？
这一根。哪一根？这一根。嗯。哎，好像真的有了。你刚刚他应该还没起来，你就应该把那个下水直接给他捞住。你也卡了吗？是吗？数据正常的呀。怎么样？刚正常的呀。现在没正常了吗？现在正常的，现在正常了不？现在正常了，马车大气，谢谢苏星宇的马车，苏星宇，我完成三星了，谢谢，对，是三星了，欢迎清风拂过的蛋蛋。谢苏星宇的马车，苏星宇大气，苏星宇可以四星了。谢知秋意的画家，哦，三星了。谢谢谢谢知秋意，是不是有点快了？三星了耶，三星了耶。星宇啊，星宇啊，来，你想康什么？谢谢严木凡的小画家，不是说好戒掉概率游戏了吗？我的亲爱的好哥哥们，你自己过的，对，大多数是你凑的，对，80%是你凑的，还有20%是军，是军出了个缆车。对，来，你想看什么？水，你可以点菜了，可以点单了。嗯，谢谢苏星宇的火箭，哇，大气大气，谢谢你，谢谢你，哇，你太好了，苏星宇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大气大气。谢谢，大气大气。啊，真的吗？先拿一个火箭垫一下，李星星。今天真的是要过，谢谢苏星宇，谢谢星宇，谢谢你的水晶摩天轮大气哦，谢谢。我的妈呀，兄弟们凑人头了。凑人头了，大气大气。大佬请楼上请，谢谢。这个摩天轮也是电了，剩下的自己过一下。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星宇，谢谢你大气。好的，接下来我就靠自己了哈，我就靠我们家自己了。对，谢谢，爱你哦，比星星。待会儿晚点的时候，待会儿晚点的时候你再来哈，大概4-5点钟的时候你再来，我跳舞给你看好吗？在外面去给你跳，对，这人不多，外面人多，在外面去给你跳。哦，你想看小六娃跳舞？老板点舞了，我跳不来，老板。老板点舞了，你跑不脱了。那现在让小六来给你开个胃嘛，好不好？来开胃菜。来，小刘，把音乐放一下。老板，我一分钱没收的，你是不是还要给我再杀一点？你刚刚都不是杀给我的？爱河，好吧，给老板跳一个爱河，小刘只会跳爱河。爱河是
爱喝的。来，我的手机给我一下。OK， 现在先让小刘来给你来一个开胃菜哦。对。就来个开胃菜，然后等晚点的时候，太阳少点的时候，我们去外面跳。啊。老板点五了，点五了。六儿，来吧，老板。六儿，来，扭一好了。你要往我这边再转一点，大了。可以。好羞耻啊，我感觉。你别怕嘛，等人少的你再来嘛。我怕倒是不怕。这个怎么说来着？天哪，小刘，别人以为你是，别人以为我神经病是吧？老板怎么样？新鱼老板满意吗？老板喜欢吗？社死，别人都在看你，我都觉得我好害羞啊！你怕什么？我都觉得自己不尴尬，尴尬的永远是别人，知道吧？有人来了，有人来了，继续跳，怕什么？我觉得好尴尬。我觉得不尴尬呀，好骚吗？是不是？来了，社死吧。这个社死，我都忘记别人是怎么跳了。哎，你不要过来一点。啊，看别人跳呀，小刘。跳呀，跳呀！苏老板，老板是不是还给我刷一点？社死现场。对啊，妈呀！我都觉得我不尴尬，尴尬的永远是别人。哎、我都不敢去看别人看我的表情了。就在街口。好，可以，小刘辛苦了。不至于。龙抓羊不至于，一会儿龙虾被我吓跑了才可能。对，不至于。你们卡不卡？裸奔的蜗牛，兄弟们，你们喜欢？三星过了给超火，四星吧应该是，已经过了三星了，四星是吧？苏星宇啊，苏哥，提前大气了，苏哥。谢谢老板。这个老板点活，老板，高雅艺术我都可以，我跟你说，老板。对，欢迎老板点活。好，四星，好的，好嘞。老板，今天五星就靠您了。对，谢谢了您嘞。走，我们去看龙虾吧。谢谢雪眼儿，谢谢前程的办卡，谢谢前程办卡。刚刚别人，谢谢前程办卡，你们不卡不失真吧？不卡不失真吧？你待会儿我估计你是走到那儿就有点卡了，现在就是你就在这儿，我跟你说，马上让你给我下不能的输鱼丸。我还不能动吗？是这个意思吗？没货吗？没有，都过了这么久了，居然没有货。哎，聪明了，不吃了都。是不是我刚刚那惊艳的舞蹈把这个龙虾给吓跑了？不上钩啊！天哪，我们是窝子没找对吗？我们要换到对面去吗？哪儿对面？那边太晒了，更没有。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欢迎大漂亮，欢迎小老虎，注意啊，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注意啥呀？
欢迎小老虎。兄弟们，对啊，待会儿老板跑了，哎，待会儿苏西雨你别跑啊，待会儿还有抢鱼的环节。对，待会儿一群人在下面抢鱼，我们可以去看。对啊，再晚一会儿我们开播的妹妹就要，哦对啊，苏心雨开播的妹妹就要开播，哦不是，关注的妹妹就要开播了，待会儿老板跑了，2000，超火哎，兄弟们，谢谢小老虎5张办卡，我们凑一凑吧，高低我们把它凑出来吧。小九玩什么？我在钓龙虾。对呀、啊，兄弟们，我们办卡凑一凑吧，我们高低把它凑出来，还差一个人头。谢谢落叶枝，谢谢蜗牛，谢谢严木凡的小画家。对，苏哥都开始在催大家了，谢谢好哥哥们。谢谢蜗牛的办卡，欢迎清新哥哥，哦，是清新哥来了吗？谢谢蜗牛的小樱花，谢谢清新哥2架飞机，谢果子姐飞机，啊，4行了，谢清新哥双飞，哇，感谢苏哥超火。谢谢老板，大气，谢苏哥的超火大气，我的妈呀，真的超火，说超火超火哎，天呐，苏哥，为了你，我觉得我每周都要出来户外了，对，每天估计得把苏哥薅秃了都，每一周差不多，谢谢清新哥哥。谢果子姐姐飞机，好起来了，苏哥，我每一周来做一个户外，你每周会不会来？啊，你会来不？你加我的 Q， 加我的 QQ 没有？我跟你说，免得你错过了。谢谢香香姐姐，谢谢香盈姐姐3张办卡，谢香盈姐姐。苏哥大气，苏哥，现在叫苏哥了哈。对，苏哥大气，不一定来哦。好嘞，那就看缘分吧，是不是？反正我每一周星期天你大概来我直播间看一看吧，下午的时候，星期天或者星期六，如果我下午没有开播的话，那我应该就没有播，基本上都是下午1-2点左右，要不就是下午5-6点左右。苏哥，谢谢苏董事长，谢苏哥，苏哥大气，谢谢苏哥，苏哥大气。谢谢，哇，好羡慕你关注的妹妹啊，有你这个好大哥在，我觉得是不是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福星任务。好嘞，苏哥，高低还是加一个 QQ， 我看一下苏哥加我没有，手机给我。又快5星了，苏哥还在不在啊？苏哥要不那个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要不顺便把5星一起给过了吧。天哪，你是要了苏哥的。哦吼，并没有。并没有。这意思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顺便一下，小指一点，这个5星就没了。要不六哥再跳一个？六哥也是实在人儿。我给你们跳一个手指舞吧，我来给你们一个手指舞，好不好？手指舞也是舞，不要嫌弃哦，苏哥。
哦，苏新宇真的跑了。清新哥，你终于出现了，太想念你了，太想念你了。欢迎永久勇士大姐，大姐你来了，欢迎战五一。耶，一个女的挺有名。不卡呀，卧槽大气，什么卧槽？哇，苏哥，谢谢你的丘比特。谢谢董事长，谢谢苏董事长。没搞，谢谢苏哥，苏哥大气。完了完了完了，我觉得这个一个手指舞已经不能满足苏哥了，我起码要起来给大家给苏哥跳一个舞。苏哥，我站起来啊！天哪，谢谢苏哥，谢谢苏新宇，又一架火箭，我的天，五星，真假的？谢谢苏新宇苏哥。就是高低把五星都过了，谢谢办卡，谢谢办卡，你来拿这一下，谢谢果味姐，感谢果味姐的飞机，来放地上就行了，这个大家听得到音乐不？这肯定的，妈呀，五星的贡献值齐了，五星的贡献值齐了，兄弟们差人头了，这个人头就小问题了。谢谢苏哥，这不下下水吗？谢谢董事长，苏哥大气。那苏哥这就不是坐着就能把舞解决的事情了，起码得站起来了。听不到音乐都要拿起来，谢谢 CKD 的办卡，凑人头。我背这儿吧。跳一个合舞，对，合舞。重新来，
도이런일이실제로일어날까그게언제쯤일까어떤사람일까 I wanna know 그사람될것같다는데 I wanna know 우리나는것같다는데 I wanna know no, no, no. 사랑이어떤느낌인지 I wanna know 하루도잃고있다는데 I wanna know 세상이더아름답다는데 I wanna know no, no, no. 偷人头啦잠깐나에게도사랑이루지가세상어느곳에살고있는지도대체언제쯤다만나게될런지언제谢谢谢谢妮妹的办卡，谢谢妮妹办卡大气，谢谢谢谢。卡了，这边。这边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卡的要死，现在这儿应该会好很多吧，现在好了啊，不是那个位置就是卡，因为是枪决，不好认得哈。有一组枪决，杂兵和枪决啊。今天场内实际上都是两斤左右，两斤至三斤啊。按照你都是两斤左右，枪决可以在公共场合压的哈，在公共场合压的。五星女孩了，对。欢迎大家来到我直播间，上午好，欢迎你们。我居然终于我终于五星了，过一次五星了，我好感动啊，我要哭了。
你去看有没有。你知道我这个经常卡，现在这儿呢，现在这儿还卡不卡？还是卡吗？有没有啊，小刘？现在这只舞还没有卡，就刚刚那只舞卡了是吗？就因为刚刚坐那儿就卡。妈呀，我今天别说我做梦都要笑醒了，我今天我得开心好久，你知道吧？我可能会开心好久。对，小刘，待会儿一点钟的时候你带大家去哦，我让小刘带你们去，我在这儿占位置，我怕待会儿我们转过来的时候这个位置被别人占了，我来守这个杆儿。你带他们去，我在这守这个杆吗？你带他们去吧，你带他们去，我在这守着。黄总呢，开始加卡了哈，黄总呢，开始加卡了。卡顿卡。所以走嘞，走出已经参加，小朋友不要急哈，看看了。这个都是大鱼，小鱼啥都没得用的哈。苏老板好给力。为什么都要拉起来看一下呢？再喷一下吧，再给大家。这个位置不卡，那个位置要卡。刚刚在那儿钓鱼的时候也卡呀。要不我们一起吧，东西放这儿，应该不会有人偷吧？等一下嘛，他们还没开始，正在检票，我们先去也没用。不用养，你直接喷就可以。你来，对，一点，我是一点半开播的，待会儿捞鱼。好，少一点。是不是要不该买点这个东西了？还多得很啊！我日常口，要不我们一起去吧，东西放这儿吧，应该没有人来占，我到时候来了我就说这是我们的东西。还有什么？咱们先进去吧。一点钟开始，三点钟开始，哦，三点钟开始。看一下他们抢鱼是怎么抢的。谢谢苏大哥，苏哥，叫苏哥。呀，对。不要走啊，待会儿带你们去看抢鱼。有个老板弹幕没看到，哪个老板的弹幕？谁啊？谁说什么了？我刚跳舞没有看到。谁说什么了？是哪个老板说的什么？我们黄哈，山下边要是逮不到鱼的，人多才逮得到哈。人多了才逮得到鱼，人少了逮不到鱼，一刀逮不到哈。走吧，我们去吧。哪个老板说什么了？果子哥。喷了岩石是不是好一点了嘛？口罩给我，人多了把口罩戴上。你又把口罩给我吧。给你了，在这个书包里。欢迎爱爱。谁啊？说什么啊？大哥问房管的事，没问题，苏哥马上安排。对。
苏哥估计怎么对怎么都得是房管了吧？现在苏哥是绑几了？现在欢迎星期果味姐，我们把东西放这儿。是吧？少时榜第一，出去浪啊！但是还没，你这个水不要放那吗？嗯，还喝不喝？要喝。这里是农村耶，就只有这里的人多。可以啊，没问题，出去，这是在农村。可以啊，没问题。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去先看摸鱼，摸了鱼，然后我们再去。对，再去浪哦。苏哥现在已经是周榜一了，是吧？好嘞，走吧，我们去看抓鱼。还卡吗？我看这些人的桶里面都是空的，都没有钓到有。还卡吗？现在不卡了吧？睡了，今天又睡了没得？哎，我操！又逮到了，又逮到了，你看。我操！又逮到了。哇，牛逼啊，牛逼啊！我的妈！我的妈！又逮住了，又逮住了。好。我他妈的！逮到了，弟弟过来一点点。还真的有，我靠！哇，逮了好多呀！我觉得你好有打力啊！我不敢去。看很好玩的样子。
哇，又逮到了，那个人逮到了，哇。对，我不敢去。不走。这里面有鱼，大家都在逮鱼。我想去。你赢了哈，你们已经赢了啊！不，挺大的。哇，你看，多大，挺大的。看到没有？多大一只？我看你游的好傻呀，我都想上去躺一下了，再上去躺就行了。别动他了。干的，这不有人准备下去了吗？哎，给抛了。看到没有多大？卡了卡了，兄弟们，什么？好了吗？认不认人的？我说。来喷一下呢。喷一下呢，等一下啊，我兄弟们给你们喷一下。就在那坐一会儿。这是别人的位置。换手机播好点。现在这个手机还可以的。是网络原因。会出来了的吗？好点了吗？我们的杆子呢？被拿了。杆子都被拿走了。杆子都被偷了。谁拿走的呀？这在钓什么呀？我都说嘛，我说有个人在这守着。
我们的钓竿都被别人偷了，40块钱呢，一个没钓上。啊，这现在嘴巴子都这么凶了。现在这些人真的好讨厌啊，我觉得。我跟你说了，我就说了，要有人在这守着你呢，去。你拿着去，你还非要让我去。这儿的网还行。对呀、啊，一只没钓上，卡的不行。现在呢？你去问一下，你去问一下那小。对，现在还卡不？你问他卡到有没有那个拿这个杆子？老板提供。啊？啊，他没有看到吗？嗯。现在卡不卡？不卡吗？你看一下，空港花园离这有多远了、啊？那、啊、我们去看飞机算了。我们还没去过空港花园呢。反正现在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玩的了，40块钱花了40块钱，一个没钓上，结果还把杆子掉了，还把杆子丢了。空港花园。啊，这也偷。23分钟，那我们去看飞机吧，兄弟们，兄弟们走吧，我们去看飞机。20多分钟啊。嗯。我知道卡，我们走了，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去看飞机。我们 play C 了哈，我们 play C 计划了，走吧。结果看那个瓦鱼那儿又那个啥，结果杆子也掉了。投机不成十八了。这怎么还有一个硬币这里？嗯。找到了呀！一会儿要下这样，一会儿要这样。对，我们去看飞机。对 ，Play C 计划。你看嘛，这外面是农村，这外面啥都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农家乐在这儿。对。你刚刚为什么在这儿看？啊？二楼啊！
关键是谁会想到我们的钓竿丢了呀，被别人偷了呀。哎呦，那你可以把账给别人结了。什么账给别人结了？压不能的。哦，你是收丸子了。现在不卡了吧？现在不卡了吧？你要过来看我，下次我们早就过来好不好嘛？3:30才开始。你问一下这桑葚在哪儿栽的呀？但是你在咳嗽呢吗？怎么敢让你去等？桑葚在这栽的呀。这儿谁的？哦，好的下。要出门票自己进去摘。哦，要的，只有桑葚干。哦，好像只有桑葚。你那好像这边没有。好钱，好钱一个人。啊，好钱一个人呢？20。20，哎，坐下。走。要不我们去摘点桑葚吧。走这儿进去啊。嗯，要不我们去摘点桑葚吧。摘桑葚啊。好多钱一个人啊？只有桑葚吗？摘出来一个三眼睛。没有过不去了，没有。只有桑葚，桑葚的油啊不多，怎么说油？那逮住是要给钱哇？哎，10元钱一斤啊。嗯。今年是20元一个人。今年瞬间你错。今年不嘛，今年我今年就少，我今年就少，我今年就耍啥子看啥子算。嗯。你讲桑葚多不多嘛？今年才第一天，有不多，不多啊，哦，不多啊。你说今年才第一天才开始？他是你李叔叔的。我不吃，我可以折到买称斤子哦。可以噻。可以吗？我不吃，我只是折到称斤子。但是我们要收费哦，20元一个人。啊，我晓得，就不收这个20，你我就给称带走。这不可以，但是现在都要收费。哦，好，行啊。哦，走吧。那不划算哦，40块钱我自己去买可以买很多呀。外面10块钱一盒，40块钱。买4盒。4盒可以吃多久去了？你们觉得划不划算吗？你们估计也不想看我摘水果是不是？桑葚，你喜不喜欢吃桑葚啊？啊？你喜不喜欢吃桑葚啊？哦，还可以。你们想看不？你们想看我就去，不想看我就不去了。对，我也不知道，你看一下空港有没有那个开门没有，能不能进？开门没有？应该开了吧。就是能不能进啊？开门票。啊？是一个人。那里啊？嗯。空港花钱。40多块钱一个人啊？对啊。嗯。好，再看看。放了3桶鱼下去了。对。对，38一个人。嗯，45一个人，45一个人。用网打出来的。有看门没有啊？看门啊，45一个人嘛。那里面有些什么耍的呀？除了看飞机，还能看啥呀？应该就没什么了吧？有郁金香，拍照，就没了。就没了。嗯。我想一下，去不去啊？我们在这儿站一下吧，坐一下。你看一下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摘的呀？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摘的？现在才3点钟，我的妈呀，你看这附近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哪儿啊？这附近什么都没有。哎，兄弟们，你们说话呀！说。你们不说话，我们就去吧。高低还是去一次吧。
是走这吗？你们不说话了？你看这外面什么都没有了。哦，这是樱桃。这外面就是农村啊，就是村里面啥都没有。苏哥还在不？苏哥，苏哥还在不在？回去啊？不回去，我们去那个啥吧，我们去那个看飞机，你懂吧？这外面啥都没有，本来我们今天是准备过来摘樱桃的，那我们就去看飞机吧，反正离这儿挺近的。对，不回去不回去。对啊，怎么了苏哥，你在怎么了？我们去人多的地方了，我们去人多的地方了，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就是你喜欢看跳骚舞了。你看这人没有，我跳舞也不，你们也不喜欢看吧，都没有什么人，跳给谁看啊？对，走吧。是不是要先开会儿空调哦？好冷呀！妈呀，现在这儿，我在这儿连一个能遮、能躲太阳的地方都没有，一棵树都没有。我在那前面等你哦，我在小树林等你，到掉过头过来，我在这儿那个啥哈。哇，好晒啊！所谓的看飞机就是就在双流机场附近，然后就可以很低空的看飞机。谢谢瓜娃子的办卡，谢瓜娃子。我在这儿躲一下，好晒啊！啊！什么机型都有吧？你们难道能分得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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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天上飞，你们都能看得出人家是什么什么机型吗？啊！然后它就是在双流机场的附近，然后修建起的一个就是那种小花园儿，小公园。然而里面还要门票，我一直以为是免费的，居然还要门票。欢迎心机果味姐。然而还是要门票的。对，我们去人多的地方吧。欢迎小老虎。哇，好烫屁股呀。天哪。这个太阳晒的这个车里面好烫呀，你导航不？我们导是吧？兄弟们，只需要20分钟啊，不远不远。只需要2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们聊20分钟的天吧。不要走啊，不要走，我们聊聊天。开了空调的，开了空调的，夏天就这么恼火。是走哪儿出去来着？你导航呀。哦吼，你走错了。刚刚那个路那么窄。对，顶多20分钟。我们聊20分钟的天吧，也行。对。安全带。哦，你们想看的摘樱桃，
也给你们做了，钓龙虾也给你们做了，都做了哈。樱桃没摘成，但是龙虾还是钓了，真的。要不然我们还要再钓一会儿，我们就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在那儿，我们就会在那儿玩很久了。他们没放多少龙虾，我跟你说，他们没放多少龙虾，我看别人的桶里面，我看别人的桶里面都没多少。生桶快递怎么了？中桶快递给我打一下。对。哎，兄弟们，挺二十分钟好吗？我们就当是在直播间里面聊二十分钟的天，打错了吧？没有，没有声音。跳头，跳头。他怎么让我掉头哦？他掉头怎么走？你在这儿掉啊？龙虾呢？结账是吗？结束，不能。好吧，我结账了，我已经结账了。他让我怎么走，他怎么又让我走回去哦？卡不卡，兄弟们？那你停着，你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走嘛。卡不卡？现在还卡不？我们今天三个计划了，我的天哪！第一个计划樱桃失败。第二个计划龙虾半失败，希望第三个计划不要失败了，希望我第三个计划不要失败了。这就是刚刚来的那条路啊，这条路是刚刚来的。对，不卡哦，不卡就好，不卡就好。你们高低还是回一下我嘛，我问你卡不卡，这个都已经过去一分钟了，你们才回我卡，难道延迟这么高吗？别说龙虾了，我连龙虾影子我都没见到。你不是有几个你见到了然后他跑了吗？40块钱，妈呀，贵死了，白瞎了这40块钱。有这40块钱，我今天晚上的晚饭钱就出来了，今天晚上我还能点一顿烧烤。哎，再也不来了，下次多几个备选方案吧。啊，再绕路尽头右转。我们还用下一次吗？这一次不就慢点，慢点，慢点，看到看着，还用下一次吗？我们这一次不就是几个方案吗？我们这一次不就是在执行几个方案吗？还要你还希望出现下一次这种情况吗？这一次不就已经是几个方案都在执行了吗？没有就没有说做不下去的问题啊！我都一直哎呀，我都一直在努力的那个啥。对，40块钱，我的一个龙虾，哦不是，我的一顿今晚的烧烤我就完成了。那个饭不去吗？嗯，上面有疫情。欢迎你们，以防万一啊。没有，不用，我们现在现场都可以临时应变。大概我们在哪个区域，我们大概都知道哪个区域有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双流区，我们大概就知道双流区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对吧？我一下子我就能想到有个可以去看飞机，去找小秋玩。小秋在上大学呀，
小秋啊，小秋在上大学呀、啊。小秋在哪儿上大学？小秋人家念大学去了呀。在哪里念大学？他在那个眉山还是哪里哦？反正没有太远，但是也不近。对。6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现在还没有放暑假吧？对。所以现在和暑假一样的天气，但现在并没有暑假。鱼丸还没到账，是因为刚刚卡了，没事儿，这个一直在这儿的，到时候我再给你弄吧。我刚截的时候，然后它显示网络异常了。对，小秋大学生。不是，你以为小秋都已经工作了吗？他年龄很小的，对，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上高二，对，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上高二，然后去年上的大学，去年9月份上的大学。那他不是看着你的直播长大的？算是吧，他应该算是看着我直播长大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去到新都区了，你大概也知道新都区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如果说真的出现就是不知道去哪儿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什么漫画庄园呀，百草音乐节呀，还有什么百草音乐公园啊，百花音乐公园啊，这些地方。新都县有一个那个民国风情，民国风情街啊，这些地方。对，反正吧，我觉得还好像现在这样子地方都去的差不多了。如果去的地方小，那肯定是得转场子的，玩不了一下午的。你们卡不卡？是不是真？现在直播是有没有问题？卡不卡？是不是真？回答我一下哦。卡不卡？是不是真？失真的问题就是那种就是不连贯不流畅，它也没有很卡，就是不流畅的那种观感一样，叫失真。你们高低回复一下我才知道问题，不要只有一个人回我呀。409回我还好，其他兄弟还是回我一句吧，回我一句，然后我才知道问题的所在。没有，还好。好的，只要你们的观感是 OK 的那就好。 OK， 只要兄弟们的观感是 OK 的那就好。不卡，好嘞。好的，500米后在道路尽头右转。没卡不失真。清新哥，你消失了这么久，你去哪儿了？消失了这么久，去哪儿了？我们来聊天呗，来聊聊天呗。我们来聊聊天吧。即将在道路尽头右转，随后左转。这里就像正上的街道了，是吧？嗯，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随后一慢点，没卡了，不卡了，好的。还有个宾利王，人家是宾之王，他叫宾利王，不是宾之王改名了，现在都叫宾利王，知道吗？随后左转，你怎么知道？看左转，随后再下转。多读书，多看报，知道吧？哦。这是谁的声音？我也不清楚。这是小刘的手机的导航，不是我手机的导航，我不太清楚。我不清楚这是谁的声音。15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才几天啊，九姐？大概上一次活动，大概上一次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你就不在了，有个
上一次活动的上次活动是31号，好像二号你就不在了。啊？那个避闯红灯。哦。二号你就不在了。对，几天啊？几天？今天10号，8天了。欢迎你们。我看现在解一下账会不会卡。哎呀，你们一天，我以为有多少鱼丸呢，也总共才3000多鱼丸。天哪，3000多鱼丸，你们都在那儿说我，你们说啊我的鱼丸怎么怎么样，我还以为坑了你们多少鱼丸呢。也才3000多鱼丸嘛，哪那么多？对，哎，苏哥居然知道小秋，苏哥，看来你还是对我的历史还是挺，录播什么的还是挺有研究的哟，苏哥。都还能知道小秋呢，说明你是有研究过我的录播的，对我的以前还是挺了解的。你所有的鱼丸都没有了，没有了还可以，没有了还可以抢呀。天哪，我的双下巴好明显呀，我的双下巴好明显啊，真的。我的胡子明不明显？我的胡须明显不？前面这个车不走的嘛，这也没有灯它也不走。亲爱的 baby， 亲爱的 baby， 看得见颜色，湖青吧，应该是能看得清湖青吗？慢点哦，这抱着有点高的孩子，天哪，这烧死了。不明显，你是看不清。哎呀，果子姐，说实话吧，哈哈。对，还好一点点嘛。好的，变九吨了，我变成九吨了哈。好的，不是一直都是九吨吗？兄弟们，等会儿看飞机了哟，看飞机哦，看飞机哦，看看现实的飞机跟你们刷的飞机是不是一样的哟。欢迎摸鱼君 ，Hello， 摸鱼的君，下午好。摸鱼的君，下午好呀。还有10分钟了，我不信哈，我不信你会卡。OK， 不信。还有10分钟，
我有点卡。5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我说什么了吗？你们这个卡了，卡了，卡了，真的是。我就说看飞机。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都没有说。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右转。我就说了个大，看飞机，别打呵欠，困啊。对，突然就困了。继续行驶1.5公里。这玩嫩，这玩嫩会传染。坐在车上一坐下来就困了。欢迎你们，下午好。喜欢的可以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么么哒。哦，我现在就看到飞机了。我咋没看到？妈呀，我现在都看到飞机了。在哪儿啊？等一会儿嘛。哦，这个桥挡住了。你专心的开，你别乱看。这是个什么寺庙吗？以前都不收门票的哦，以前他们都是自发形成的一个公园哈、哦。不晓得。都是因为去的人多了，然后慢慢才有人开始管理，然后慢慢才有开始弄停车场什么的，然后慢慢才开始那个啥的。以前都不收门票的，现在居然还要收门票。现在居然还要收门票。对。飞机过去了。5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还有十分钟，400米处，左限速80拍照。兄弟们，还有七分钟。啊，这就是牧马山、蔚蓝卡地亚。这是成都非常贵的几个楼盘。别墅区。这就是木华路。对。继续行驶2.3公里，这么远的吗？你没来过这边吗？忘了，蔚蓝卡地亚，你没有来过吗？好像没有。这附近住还是挺方便的，什么都没有。牧马山。你要去城里吃个饭回来，多远？欢迎兄弟们，马上快到了，你们不要走开哦，马上就要到了。这一片好荒芜啊。
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快到了，快到了。还有三分钟，好哥哥们，你们晃不晃？他要是五点钟关门，我们去了四点钟。不会五点钟关门的，现在夏天了。七点关门。对啊，现在夏天了，怎么可能五点钟关门？不换啊，不要骗我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可都信了哈。你们说的话我可都信哈，好颠簸的路，还好啊这个路。双流机场快到了。以前坐飞机的时候还能看见，就是快着陆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空港花田，就能看见很多人在下面。很多人在下面看飞机。确认就走这儿吗？对啊。哦。五百米后掉头。不是走这条道吗？对啊，是啊。请注意，慢点。附近有违停花牌，请规范停车。这咋的了？健康吗？咋的了？现在就要开始收费了吗？要这么的花点吗？哎。哦，请这里十块啊。稍微请。好，收费。十块。欢迎郑五一。好了，哦，这就直接到了。所以说，这个路边就是停车位吗？随后立即右转。这跳头。跳头，随后60米右转。啊，这边有位置就停这边。啊，反正我们这儿还不算掉头。跳头了。直接马路旁边都是。到达目的地附近，到达双流空港花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空港花田到啦。口罩要戴好。那人家要坐这儿路过怎么办啊？他一个一个问人家，一个一个问人家吗？来，你的帽子放这吗？戴着。哎，你给我丢后面干嘛？你戴着干嘛嘛？热。热吗？还是要戴吗？手机拿这一下。有没有带雨伞啊？走，
好热呀，我背后都汗湿了，看到没有，这架飞机就要降落了，看起来挺大哈，但是镜头里面看起来很小，这架飞机应该是要降落了。没有伞，欢迎河西金西，你好，下午好，河西金西。对，看有飞机。我想吃一串菠萝，去买一串菠萝吃。兄弟们，下午好哦。哦，买一下。嗯，花姐，五块钱干嘛？大呀大呀的，我们菠萝好吃的很。用前头学了嘛，学人家跳过疾风嘛。前头不是我学，早就好学了。我都是用前头学了那个种子了。走。哇，户外咋的呢？我户外有什么惊奇的吗？这不是经常有的吗？扫场所码，手机给我一下。不用给钱啊，可能疫情时间吧，也有可能其实在里面。哦，这儿买票吗？这是观光车啊，十块钱观光车，不是挺划算的。加10元购买套票，坐观光车游览整个园区，随上随下。这里面好像还是有点大。在哪儿？那哪儿买票啊？你问一下是这个。门票45元，加10元购买套票，观光车吧。坐观光车游览整个园区，随上随下，包来。你问一下是在这儿买吗？买票在这儿的。啊，那票在这个？对，套票。套票吧，两张呢？110元购买套票，坐观光车游览整个园区，随上随下，包来回。尊敬的各位游客，园区门票45元，加10元购买套票，坐观光车游览整个园区，随上随下，包来回。尊敬的各位游客，园区门票45元。这儿坐。坐观光车游览整个园区，随上随下，包来回。吃菠萝。还是坐车好。嗯，挺甜的。不用买门票啊，门口还没到门口。
确实吃的很多哎。下午好，兄弟们。下午好。吹得好乱呀，让我拿着吧，没办法吃了，现在头发要紧嘴。啊？都还没有到景区门口，哇，确实好远，10块钱一张。不过还好，今天至少门票挣回来了。门票挣回来了，我现在没办法吃了。就在大门口，给他看票。小姐，看到不用，给他检验票。这是不是很大很大呀？看一下哈，还是挺美的。哇，还是挺漂亮的耶。兄弟们，修的挺漂亮的呀，在飞机农场，只是太阳有点大，有点晒。这个值是吧？哇哦，景色不错哈。这个环境可以，这儿40多块钱。这看飞机。哪儿看飞机？那不是跑道，机场跑道。在等飞机来哈。不是四川那边，是成都周边，这都是成。周边，这都还是成都周边，对。修得好，修得好，确实。看耶，这里坐车的话55，如果说不坐车的话就45，是不是这儿下呀？应该是。啊？没刚买的吗？啊。刚买的那个吗？啊。啊，那可以。他刚才跟我说了。哦。回去是不是也可以在这坐车啊？啊？我们出去也可以在这坐车。我准备出去。
不是在这儿，是你们走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招手。哦，好，谢谢。我先做个地方把菠萝吃了先吧。我先把菠萝吃了先。来放这儿。哇，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那边还有啊，我不告诉你这是在哪儿，我去看一下啊。除非你把飞机给我兑现了，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给我兑现啊。你说了下一次。但是门票会贵很多嘛，这里环境真好，我也觉得。等会儿有飞机起飞了，我来带你们看哈。我先坐到这儿把菠萝吃了先。给你来一口菠萝，你先把飞机兑现了吧。飞机兑现了，别说菠萝了，啥都有哈。不不不，好吃的。今天过五星真快。对啊，今天刚开播半个小时就把五星过了。还没有飞机起飞吗？帮我扔一下，怎么样？看的怎么样？我没看到有飞机起飞。对啊，怎么还没有飞机起飞和降落呢？可能航班少吧，这两天。走，我们去看。手机拿，口罩帮我拿一下。欢迎香音姐姐。今天很好看，一般吧，一般吧。对。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哎，小刘，你说。你说对面是不是还有啊？对面是不是还有啊？就对面那儿啊，那儿有那些，是不是对面看起来是不是更那个啥一点？那应该不是这个吧？对面也是一个吗？应该是个野的吧？
野的，我觉得对面会好一点吧，还要近一点。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面也是能去的嘛，你看对面都有人嘞。我在掏牙齿，怎么还没有飞机起飞呢？来拿这一下，又没有飞机降落也。对啊，你看兄弟们，那对面就是飞机场跑道，看到不？你看，我觉得对面可能更容易看耶。如果起飞了，我们这里角度应该是更好的。它是这样子起飞的嘛？角度是最好的吗？因为对面它是侧起来的嘛，我们就只能看屁股，对面我们就可以看肚子。但是没有这地下室哦。我想等一首飞机。是不是航班少了？还是不走这个？不是说一会儿一架吗？一会儿一架吗？特殊情况吗？我觉得我是不能离开哈，待会儿错过了。我在这等一手吧，那你能看到飞机吗？就是停在停机坪里的飞机，你看得到吗？风好大，你们是听得到风声还是看着我头发被吹乱了？你们是听到的风声还是看我头发被吹乱了？我们在线等一个飞机好吧。我听到的声音了，有了，来了，就好像我天天在直播间等飞机一样哈，现在终于等到一架飞机来了，但是好小啊。对，它应该从那边，我应该不是走这个跑道吧？为什么那么小嘞？不是看网上的图片很大的吗？它跑道不一样，这边跑道没有飞机，从那边跑道。怎么这么小啊？你怎么知道成都航空 A320 从台州飞往成都？你知道这一架是什么？你连航班你都知道吗？天哪，你是在网上，这架是 A320 吗？天哪，你们连航班都知道吗？航班表，那你们再看一下下一趟是什么时候，看看什么时候起飞的。这个位置其实离 T2T1 很远，是挺远的，现在看那个塔台都看得不太清楚，你知道吧，是挺远的。那这个公园怎么可能修到飞机场旁边吧，它这离飞机场还挺远的。对，能不能让我看一个？我现在在直播间等飞机。这怕是货机的起跑道吧？货机吗？不是客机吗？
国际客机都没关系，只要是飞机就行了，不存在。对。它什么钻粉飞机、铁皮飞机还是什么飞机？只要是飞机就好，只要来几个飞机就好了，知道吗？对。走，我们去看一下那辆车。所以说现在还要分什么客机跑道和货机跑道吗？分这么清楚啊？你看这一辆又是从那边过去的，这有一架。妈呀，要是这么低的飞机，我天天在我家里面看得到，好不好？要是飞这么高，我家也是在航线上面，经常飞机轰隆声音就有这么大的，就视觉就有这么那个啥。啊，看我更大的，飞得很低的那种。对，还要低一点儿。我本来我看网上的图片，人家就是在顶上这样子穿过去的那种，那才叫做一个刺激嘛。天哪，看到这个环境这么美的份儿上，我原谅他了。可能只是时机不对而已。不是时机不对，我觉得我们没有走对地方，我们应该在那边那个啥，南京到成都的 A320 这一趟是吗？哈哈，你好厉害啊，这些你都能查得到。你问一下那个清洁工阿姨，看他有没有飞机从这儿飞过去，看能不能等得到。为什么全是从那边？好，你问了我就去给你买。你去买瓶水直接问那个老板不更好吗？不，你问这个阿姨，你问一下阿姨应该知道啊，应该是奶奶吧。哎，一点钟的。哦，这样子哦，谢谢啊。只有从那边飞过去是吧？对。有收有少，对面也是一个花园是吧？对面是个啥子花园？也是空港花园吗？哦，那个叫啥子？七号基地啊？七号基地。我觉得我们走错地方了，我们应该去那边。嗯、这边没飞机。听到声音了，但是没看到飞机。听到声音了，但是没看到吗？从这儿飞过来的就没有，是不是啊？那起飞是不是就在这儿啊？起飞也是在这儿。起飞这儿，那就可以看得到吗？啊？你就是起飞还是在这起飞嘞？就看得到是吧？对。要看时间哇。啊？今天飞过没？没有啊。今天一架都没从这儿飞过。啊，暂时没有。哦，今天一架都没从这儿飞过，天哪，要看时机。一天就早晨。今天早上没得，哎，哦吼，我们从这儿过一下，这有一辆甲壳虫，那你来看一下，这是真车，真的，这是真车，肯定开得走啊，开不开？我拉过了，是真的。是真的呀，为什么把它当做道具摆在这儿？这是一辆好车呀，换普兰D吧。嗯，还要换普兰D吗？没有了，天哪，我这来到这儿花了40多块钱，我不可能再走了，这么大完全可以供我直播到7点了，6点钟。给我买瓶水呢，我要中暑了啊，我已经好晕了。为什么要从那边飞过去？赶紧，我要中暑了，糟了。是是，你给我拍张照吧。来，车模，
你不要着急嘛呀，你不要这么急。背光灯太黑了。对。我是什么车模？甲壳虫车模。你弄出来就是推死炮车模了，又称屎壳郎车模。截个图好吗？你在哪儿去买水啊？那不是有饮品吗？哪里啊？哪里？那你自己去。不行。你买矿泉水，前面有矿泉水。也可以啊。对吧？我用这个去。不要用我的手机。走这儿。时机不对，你们帮我查一下，看有没有能从这儿起飞的那个啥吧。走。苏老板想看我嚣张一回，可以啊，来嘛。等一下，他把水买了。苏哥，这个红哥这个话还挺好看。你别叫人家苏老板，叫苏哥。对，这是苏哥。我买瓶水先哈。对。这儿是要飞过来了吗？这个飞机看起来有点像，哎，又有点不像嘞。啊？是一条路啊？哦，又是一条路。还有没有飞近点儿的哦？哎呀，靠，这儿好远哦，看都看不到。来。稍张，懂嘞。可以吗？哎。走。你该不会是用我的手机给的钱吧？走吧，我找到一个绝佳之地。我找到一个绝佳之地。这儿。对。苏哥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等了这么久了，来。苏哥。走，这上面。要给钱的，叔哥可以吗？这里好宽敞啊，好宽啊，好高啊，还能看到飞机从我后面飞过去，背不背光？我看一下，我还没看的。这边来呢？你转过来啊。
啊，这边好很多。舒哥可以吗？这边吧，这边，这边好看一点。对，这边，这边要好看一点。啊。哦，这个飞机大。可以吗？这里可以吗？树。太医仙哥，你好，太医仙哥。重新来。我那这个位置怎么样？这个位置怎么样？可以。重新来。给你打电话。喂。喂。喂。啊。喂，田老板。没人。没人，你看没人吗？你帮忙放那个柜子嘛，放柜子嘛。
被电话打扰了，不好意思。飞了就好玩了，什么飞了就好玩了。可以吗？谢谢爱爱，谢爱的赞，我喝一口水。你看别人直播间都下播了，看一下呢。嗯，收工了别人。啊，谢谢。啊，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连跳两个舞，你可以想象一下。收工了。花田音乐，亚洲音乐。啊，我们是电台。哦，啊，收工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吧，逛一下这里。唉，累坏了，累坏了。唉，这么早？对啊，我今天是做户外。唉，今天是户外，所以我播的比较早。对，魔大哥还有户外，对呀、啊，我就是一个笨屌子户外主播，你不知道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算是一个笨屌子户外主播。欢迎龟龟，苏哥哥，你还在不在？苏哥还要点舞吗？还要点吗？苏哥还要点吗？苏哥在的话，继续点哦，继续点哦，你今天就是大哥啊。
对，随便点，随便点在哪儿跳都可以。我的脚啊，我的脚不疼，不疼。今天的目的就是兄弟们看开心就好。不点了，不会吧？是不好看，还是不想看了，还是看够了，还是差不多了？没事儿，还会继续。今天飞机没有看成，就是不太大的飞机。这里面玩的可以，应该要吧。我们那里有大飞机可以看。对，那个看不到这个大飞机，我们看另一个大飞机。哦，这还有动物。脸瘦了点了，有这么夸张吗？你太浮夸了吧，就跳两个舞脸都瘦了。那我平时在直播间里面跳那么多舞，你怎么不说我瘦呢，反而又说我胖呢？你们就直说了呗，就是喜欢看我在外面跳舞，对不对？这里还有山羊哦。他好像很喜欢我的样子。他不喜欢你的样子。这还有一只小羊羔，这还有一只小羊崽子，他们都热的不行了。他们都已经热的不行了。下周去找小秋吧。我不太确定，哎，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时间。对，他学校不知道能不能进。对，要不你换一个人找呗，我还有那么多人可以选，我还有那么多人可以选，要不你再找一个人换一个。比如说牛肉什么的，想看吗？比如说牛肉什么的，偷一只烤了，你们这话说的真是难听呢，怎么叫偷？就要小乔。就要小乔，行，那我帮你问一问看啊，你得给我个联系方式呀。到时候我不然我人约好了，然后你又没有来那天，那不就完了吗？不是我找他，我让他来找我也行。要给钱啊，肯定要给钱啊，肯定要单独收费啊。你问一下嘛。还有四个丘比特，真的呀？还有几个超火了，爸爸？行啊，可以啊，我帮你安排一下，我帮你安排一下。不要牛肉啊，不要牛肉，只要秋啊。不要牛肉，只要秋，是不是？行，估计他学校我是肯定进不去的，看他能不能出来吧。对。超火没了，有火箭，可以可以可以，就凑你那四个丘比特尔和一个火箭，那就完全够了呀，那就肯定安排上呀，对不对？别说小秋了，春夏秋冬早齐。小夏要不要？小夏要不？再给我喝口水吧，小刘。小夏要吗？还有小冬。小春也行。对，不知道，他们肯定不知道的。对，这个就别外传了呗，别告诉别人了吧。既然他不知道，我们就别说了。哦，啊，做一次啊？做什么呀？那个红色那个，我从小就看着这个东西，就每次都想做，然后后面看到就又看到了。就是。从来没做过。不是，我问一下啊，意思是小秋小秋四舍五入一下就是小知秋吗？不是 ,OK, 他不在不在。
啊，是吗？因为是他吃了有扣扣，然后不是。行行行，我也吃。哪一个黄色的呀？这个。这个，你想做这个啊，小刘？小时候就看看这个。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小知秋，小知秋，然后四舍五入一下就成了小秋了吗？啊，这么随意的吗？估计苏哥不会答应吧？估计苏哥不会答应吧？苏哥可能会说退钱。对，妈来了。所以下一周如果没有小秋的话，就让小知秋来也行啊。哇哦，兄弟们，兄弟们，这严不严谁？这会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吗？像不像那个礼物栏里面你们可以点的那个东西？兄弟们，这会是你们喜欢的吗？哇，这是战斗机吧？来，拿着一下，你来带大家拍一下。552是它的型号吗？552。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吧，看样子不像真的。这是一个模型吗？应该是。还有个21001。这个是21001。552是编号。哎，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呀？这估计也是个模型。这个叫21001，这个传说中的坚石。坚石，这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吗，兄弟们？这应该是模型。这会是你们喜欢的吗？有几个男人能拒绝美女和兵器呢？有一说一是，看一下基业后面就知道真假，假的，一看就知道假的。假的，但是这轮胎是真的。这还有一个，哦，我是说怎么没有发动机？发动机在后面哈，知道吗？红巡，哎，你看哈，做的太粗糙吗？它这个驾驶室就只有这么小，那这就这后面全是放什么的呀？放这后面这么一大节是装什么的呀？装里面的东西啊，发动机啊，油啊，武器弹药啊。好吧，看这焊接都是假的，知道是假的。对嘛，这还有一架老，比较老。这个太小了吧，这个肯定是缩小了的，这个人怎么坐得进去啊？这个绝对是按比例缩小了的。你说这个吗？对，这个人怎么上？从哪上去吗？怎么上去吗？小朋友做的吧，太小了吧。对，等比模型。这会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吗？那还有坦克。小知秋，简称小秋，吓死我了！这相差108000里吧？这个喜欢不？哎，这个直升机好像可以坐进去。不能，禁止攀爬。就这个没有贴。这个是你们喜欢的不？这大枪管子，走，不要乱说话，这种你不要乱说话。这个真的好像可以进去，这个也是模型啊。对，这个可以坐人。哇，这是105自行火炮，对，应该是。哦，里面还有操作开关。
这应该是真的吧？是假的吧？操作感都没有。但是这个座位也太简陋了吧？对，这是直升飞机。这还有一个，这个很帅气。来给我拍一朵这个照片吧，全身。嗯，好香啊，这朵花真的好香啊，月季。嗯，好香啊，这个月季。你确定这是月季吗？啊，确定是月季吗？对啊，月季花。这个也是你们喜欢的吗？哎，这儿出不去。他就从哪儿来，从哪儿出去呢？从哪儿来，从哪儿吧，我来拿着。Hello， 在不？对，差一点没忍住，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就别忍了。水是不是喝完了？水喝完了。好嘞，苏哥你溜啦，是不是你关注的妹妹开播了？苏哥，好嘞。拜拜，苏哥。对，苏大哥。我们去那个房子里面看一下吧。啊，我好想吃一个冰淇淋啊，小六儿，我想吃一个那个冰淇淋。你去帮我买吧，我在这个房子里面等你。我又不知道你要吃什么味的。水果味儿。对，你去敲吧。
我都走到这儿了，我难得过去了，你去嘛，就在那儿。就两步路，反正你还是要往外面走啊。我在这儿坐着吃，我不在外面走了，我歇一会儿，我太累了。对，我歇一歇。这是个公园吗？对，这是一个空港公园，就是依着机场修的，对，依着机场修着，就是大家在这儿不仅可以看飞机，不仅可以赏花赏月赏飞机，还能赏我这个美女。对，这是一个公园花园。懂了发，懂了发。小刘二。小刘儿，哎，别说出来，对，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好多钱？二十四啊？那么贵？这么大一个啊？你要有水果的就这个。我说水果味。没有水果味，水果就只有这个。还有个甜筒十五。这么大一个。也不太贵吧？贵吗？你觉得？二十。贵吗？对，挺大一个的，我都有点吃不完了，你来一点吧。天哪，我现在好害怕夏天啊，夏天了户外怎么办啊？一个龙虾干的钱。对呀、啊。我看我今天用了多少钱了啊？40，这个20，60，停车费10块，70。那个水。几瓶水，加菠萝20，90，门票110，200，欢迎清新哥哥。
星星哥哥好。下一次我一定找一个免费的地方。鸡蛋仔冰淇淋怎么了？下一次找一个免费的地方随便逛一逛。找一个不要钱的公园。你觉得呢？今天去哪儿啊？不去了吗？太好了，没有人了吗？谁不去吗？那太好了。不要钱的公园还是挺多的。对，不要钱的还是挺多的。找个路边不要钱，对啊，路边不要钱。太好了，本来说今天结束还去摸两下，然后不去了，因为没有地方开门。谢谢爱爱。感谢爱爱的，谢爱爱的鱼丸。谢谢爱爱。糟了，我吃不完了，这外面是可以吃的哈。哇，这外面是鸡蛋仔吗？小刘儿，谢谢每天爱你3000遍，办卡谢谢。你们看我吃冰淇淋好吗？小六儿，没劲儿了吗？有点晕，感觉有点中暑。不是吧？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中暑了。肯定吃不完啊，这外面还有这么一大坨鸡蛋仔。对，我没想让他给我买这么大的冰淇淋，我就想吃一个甜筒就好了。如果给我买这么大，水果嘛，甜品只有一个味道，没有味道。太多了。你叫小知秋我就想笑好吗？你这一叫上小知秋我就想笑。不要乱说话哦，他是小刘，你又不是不认识。对，
主播不接受这样子的玩笑好吗？你要把名字改成小知秋是吗？可以啊。改成小知秋，白象的零食卤蛋，白象的方便面是不是很出名啊？巧了，小刘也买了白象方便面，他说他也没到货。哇，还剩这么多，不吃也浪费了。这哪吃得完呀？是吗？可是跑道不是这个方向啊。你都还能看跑道哪个方向吗？